将左翼护国术与玉女素心剑法融为一体，因此在终南山上大展神威。他可以瞬间打败尹克星、尼摩星、潇湘子三大高手。其后与金轮法王交手时，不出50招就刺中他多剑。之后更是凭借一己之力独斗金轮法王尹克星、丘处机等九大高手。从中不难看出，小龙女实战能力已经远远超出了郭靖。还有一位龙姓高手，各位朋友应该不太熟悉，自然就是剑客行中独霸一方的侠客岛龙岛主。此人武功已经达到了深不可测的境界，他能一掌销毁石壁，一个人的掌力与内功成正比。萧峰掌力霸道之极，然而在雁门关外打石壁时，不仅没把石壁打碎，反而满手鲜血。而杨过功力虽强，注定不会超越萧峰，毕竟萧峰可以将钢杖插入石壁5尺，而杨过仅仅只能将3尺铜锄插入雪地中，高下立判。